为我们只有一年见一次面。知道，我今天好像在房间看到。先好，那就先。哦，好，好，谢谢。因为我们把那个来留的照片，我们那个收集啊。点点。水饺子水了。点点。点点，先先一下，不要先关掉，不要紧。就是你要拿化妆品，然后不要很粗那种，然后沾湿了之后再擦。可是那个大概只用两下，他把化妆品沾湿就。哎、欸，有小朋友嘛，是不是？对。那么辛苦，那个大概用了几次就完了。如果你是那种，不是应该是大家轮流写完，就会太。